这么多年了，我见过遛狗的，也见过遛猫的，但是这遛猪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瞧瞧猪的体格子，好像不是宠物猪吧，这是头肉猪吧。这又来个遛乌龟的，多新鲜呢。这遛狗必须要穿绳子，这遛乌龟我感觉就没必要了吧，毕竟这玩意儿的移动速度跟静止没多大区别啊。能拥有一只陪自己到老的宠物是多么幸福啊。不是我说啊大爷，这只龟能把你送走三回，老扛活了。这真的是遛什么的都有，这又来个遛鸡的，你瞧这大公鸡的小碎步，哎呀还挺有气质。遛什么那要看你家里有什么，没办法，家里养鱼的有这条件，就这么一狗划船都省了，它还有四个档位，嘚驾我鱼。说的没错，有什么咱就遛什么，这两拖拉机跟了我有30年了，我现在每天都要拉出来遛遛。不是我跟大伙吹啊，那回头率杠杠的，那收废品的看到我眼都直了。